刚说的，刚刚那个 Mix 的兄弟车，它叫 XL。那 XL 刚刚那台白色，对对对，后面那台白色的兄弟车，就是这两款。那它差在哪里？它的坐垫长度比较长，所以很适合双载，适合家庭。对，如果你常常有双载需求，然后有家庭要载小朋友，两个人常常在行驶的时候，它的坐垫长15公分，所以坐起来可以不会那么拥挤。OK， 好，那主要的话这两台其实就差3000块而已。所以如果有今天需要空间比较大一点的，推荐它看这一块。如果都是单人骑乘稍微比较多的，你要看这一台。好，那我们看中间这两台就是我们的，现在你看到这台绿色的。就是、我想说，有些因为手已经没有拿了，要不要比一些动作？包含了它的刹车、它的制动、超多是不是？它的所有自动性，或是一只手拿，什么牌一只手拿，或者是。把拉绳的时候，好像他们要带手来的什么？对啊，不然他们两个他们搭的，那我们就比一个动作。对，就好，那我就做那个 ending pose 的动作。